天天向上提醒您下期看点。后面这种感觉就好了。这个，再打下来的时候，后面再想一个，断断断！很快，我点没错。军事电影啊，它一直就是电影产业的主力军，是好莱坞整个产业的60%。长津湖呢，我们制作了110集实体道具，还有无数的断肢尸块。为抗美援朝题材专门研制出来的冻伤手套，我们对血浆的调制呢是石材为主的，可以猜一下我们演员脸上的灰是用什么材料来做的？我觉得是巧克力粉，我选枫糖。有一个广告叫啊，我在长津湖担任车道组的组长，给长津湖制作了数十台重型装备及车辆。这是个电影800量身定做的一款道具坦克，学名是94式超轻型步战车。我为长津湖提供了近500支的特效枪械。男生从小梦寐以求的场景在这里呈现。哇，这个枪一拿到吴泽林手上，气质，什么情况？这被弹壳打伤了。什么叫真男人从不回头？从事烟火诗歌演，完成上百部政治烟火制作。这次有没有带点新东西让我们感受一下？有啊，带了这么多，大家都来呗。是组队尝试子弹被打穿。这团，哇，这叫中戏！看看人家中戏的表演。好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一定要挑战一下。我们中船欣然应战。机枪扫射，几大院校全部卷入纷争。